开门之前，生活是个疑点，痛苦伺机而来，无意排遣。大家好，我叫易烊千玺，今年12岁，来自湖南怀化。我给大家唱一首歌，我给大家表演一段拉丁变脸蒙古舞街舞。我有一个故事，它没有名字，更吐露着语言。其实小时候被爸妈寄予厚望的千玺同学有些累，跑在路上，我亲爱的脚步，我亲爱的孤独，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，我亲爱的欲望，我亲爱的胆怯，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，我一个又一个，我一个又一个，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田野。就想当一个艺术家，痛苦伺机而来，无意排遣。想到那个时候为练了那个舞蹈熬到半夜，闷头穿过世界。不过我也很庆幸，庆幸自己当时那么拼命，也庆幸幸好有你们，幸亏有你们。孤独地跑在路上，我亲爱的脚步，我亲爱的孤独，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，我亲爱的欲望，我亲爱的胆怯，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，我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，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田野。未来的易烊千玺，我会向你保证，我会做好现在的每一步，所以也希望你继续兴致盎然地与世界交手，一直走在开满鲜花的路上吧。